现在啊，我把这个相加的微分拆开变成各自微完分之后再相加哈 ，v 对 x 的微分，然后 y 1也对 x 微分。好，然后等号右边的话，先写等号左边的第二项。好，等号左边的第二项是 p 乘上奇性解 v 了哈。好，要再加上 p 乘上非奇性解 y 1。好，然后等号右边的话是这个平方哦，这个平方的展开，我们可以先在旁边想一下它是什么哈，它就是 v 的平方加上两倍的 v 乘上 y 1。再加上 y 1的平方，好，就这个展开之后的写法拿来乘上一个跟 x 有关的 g 函数，好，写成 g 乘上 v 的平方第一项，好，第二项的话是二 g 乘上，我先写 y 1，先写 y 1，好，再乘上 v， 好，第三项的话是 g 乘上 y 1的平方。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非奇性项要写在这里哈，就是这个非奇性项还要写在最后面这边。好，上面那个展开之后的写法，我还要带入刚刚这红色部分的这个想法。红色部分的想法是说 ，y 1要满足原来那个有包含非奇性项的那个答案哈，所以左边这两项相加等于右边这两项。左边这两项在哪里呢？左边这两项在这里跟这里了哈。好，这两项相加要等于右边的这两项相加，对吗？哈，所以我可以把右边的跟左边的这两项抵消掉。好，剩下的部分再写一下，再做一点整理。好，这边就变成 v 对 x 的微分加上。我看到有这里是 v 的一次方，这边也是 v 的一次方。好，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 v 是我的奇性解，所以我看到那个 v 的时候要特别敏锐了哈。好，这边有 v 的一次方，这边有 v 的一次方，哇，它们的项次合并成一项，所以又可以改写成p 减掉两倍的 g 乘上 y 1。好，这个再乘上 v 的一次方 ，OK， 那等号右边就留下刚刚的等号右边的第一项而已哈，是 g 乘上 v 的平方。好，各位同学，你看到这个写法的时候，你有一个这个跟什么有连带的关系？想一下哈，这个、跟那个 Bernoulli equation 有连带的关系，它就是一个 Bernoulli equation。好，这个是一个 Bernoulli equation 的话，那 Bernoulli equation 的解法就可以拿来用的。好，我注明一下说啊，可采用 Bernoulli equation 的解法。利用这个 Bernoulli equation 的解法，求什么呢？求上面的未知函数 v 了哈，解 v， 啊，就解错了奇性解哈。我可以用那个 Bernoulli equation 的那个解法来解这个奇性解 v 了。好，从上面这个部分来解。好，那其实。也可以继续往下写哈，推导出一个跟奇性解有关的一个公式。不过那个公式其实是没有必要去背它的哈，甚至我觉得连推导它都有点麻烦哈。可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再想啊，借着这个推导了哈，再想想看那个 Bernoulli equation 到底怎么解的哈，那我就还是退下好了。好，我来解释一下哈，怎么样解 Bernoulli equation 哈，其实就是把 Bernoulli equation 那个解法再用一下而已哈。好， Bernoulli equation 的想法是说，这里有一个非奇性项 v 平方，对不对？好， v 平方的这个把它除以左边的每一项哈，好，上面那个把它除以 v 的平方，所以可以改写成 v 的平方分之一，好，再乘上 v 对 x 的微分。好，第二项的话是。这个一堆的 x 相关的哈，这个 y 1是 x 相关的函数了哈。好 ，p 减掉二 g， 再乘上 y 1。好，那个 v 除以 v 平方就剩下 v 分之一。好，等号右边的话就剩下 x 相关的函数形态。
OK， 这就是我们之前在讲那个门洛理回旋那个解法的时候所采用的那个解题的那个原则了哈。好，解题原则下一步是说把这个威雷次方威的导数啊，威的导数当作一个新的应变数。OK， 这个新的应变数用 U 的代号来表示它。好，这个新的应变数是当作它跟 X 有关。好，我把这个新的应变数 U 当作是 V 的导数了哈。好，我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式来取代第一项，这个第一项也可以跟着换掉了哈。好，换一下，则我的 U 拿来对 X 微分的话，这里的 V 分之一也要对 X 微分。好，这个 V 分之一对 X 的微分，我们回看看。好，它的微法可以采用隐函数微分法则，这边是 V 分之一对 V 微分，再乘上 V 对 X 的微分，隐藏的函数的一个微分法则。那 V 分之一对 V 微分的话是负号移到外面来，原来次方再减一变成 V 平方分之一。好，那已经看得出来说哈，就这个第一项啊哈，只跟这个差一个负号而已啊，所以我可以把这一项当作是这个负号移到另外一边呢，就 U 对 X 的微分，负的 U 对 X 的微分。好，所以我又可以把刚刚所这个讨论的这个白色部分的这个方程式啊，再改写一下，变成负的 U 对 X 微分，加上这一串的哈，这个 P 减掉二 G， 好，乘上 Y1， 好，这个再乘上 U。好，等号右边的话是跟 x 有关的函数 g， 这是一个第六种类型的微分方程式的一个应该是第七种类型的微分方程式的一个写法，就是它是一个一阶线性微分方程式。好，我就可以用那个第七种类型的微分方程式那个解法去处理它的哈。其实一环扣一环哈，连带关系的哈，一个解完之后会解到用到之前的观念。之前的观念也会跟之前的前面那个观念哈，就一个接着一个了哈。好，其实就是把之前那些想法再用一下就好了。好，我把这个推导出来之后的所谓的公式啊，把它写出来了哈。好，先来看一下这里哈。好，我先把那个负号第一项的负号拿掉。所以给它乘上负一，好，乘上负一的关系，所以第一项就变成 U 对 X 的微分。好，把那个负号拿来乘上里面的这两项哦，所以加上负的 P 加上两倍的 G 乘上 Y1， 好，这个再乘上 U， 好，等号右边的话是负的 G。OK， 我把那个负号拿来乘以每一项的了哈，让第一项是正的。好，下一个动作就是乘上一个 f 函，这个 f 这个函数跟 x 有关，好，也就是变成 f 乘上每一项。好，第二项也要乘上一个 f， 这是我在谈那个第七种类型的微分方程式解法的时候那个解题的精神。好，不用背什么公式啊，就记一下它那个解题的那个逻辑的概念就好了。好，那这里有一个 U， 然后右边呢，也要乘上 F 哦。好，然后我们希望说啊，两个微分的项次相加，可以让它变成一项的微分，啊，希望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好处了哈。那要产生这样的好处的一个安排方式哈，一个适当的安排方式是把这个第二项的 U 前面这一堆东西安排它是 F 对 X 的微分哈，这样的安排方式可以产生这个好处了哈，就是一个为前面一个为后面相加之后变成一整项的微分，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好处了哈。好，所以现在就把这个好处拿来用了哈，变成 F 乘上 U 的微分。
好，这个会等于负的 f 乘上 g，f 是 x 的函数 ，g 也是 x 的函数。OK， 看到这个类型的微分方程式的时候，就想到说，哦，它其实是第一种类型的微分方程式哈，就把第一种类型的微分方程式的解法再用一下。好，这个一环扣一环哈，但是都没有背什么公式哈，只是把一些逻辑上的想法拿来用而已哈。好，积分它。第一种类型的微分方程式的解法了哈，这个一整项的微分，借着积分啊，可以把那个微分抵消掉。好，负的 f 乘上 g， 然后对 x 做一个积分。好，加一个积分常数，因为这是要算那个通解的最后一步了哈。好，所以这个就变成 fu 等于负的f 乘上 g， 然后积分它加上个积分常数 c。 那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最后的所谓的通解啊，要怎么写？好，刚刚我们所谓的通解那个写法再回顾一下哈，通解写法是 v 加上 y1， 那 u 跟 v 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刚刚的 v 是当作 u 分之一的哈，因为 u 当作 v 分之一的关系哈。好，加上 y1， 所以我需要把上面这个写法整理成 u 的导数了哈。好，想一下怎么整理成 u 的导数啊？OK， 那用观察法就可以看得出了哈。好，这个把右边的移到左边来啊 ，u 移到右边去了哈。好，就是变成 f 除以负的 f 乘上 g。好，这个积分它加上一个积分常数 c， 好，这个 u 的导数的算法了哈，把右边这一串移到左边来，啊 ，u 移到右边去哈，就变成 u 分之一的形态。好，加上 y1， 好，这是我们要算那个通解 y 的那个方法。好，那 f 是什么呢 ？f 是跟上面这个讨论有关系。要算 f 的话，要从这边来算哈，就是这一整项会对应到 f 对 x 的微分。那只要把这个对应关系好整理一下，你就可以算出 f 是多少哈。啊，不用去背这个公式哈，我只是在描述说这个解题的那个逻辑概念是什么而已哈，并不是要求大家去背这个公式哈。好，我也稍微提一下这个东西啊，要怎么算出 f 是多少啊哈。好，我求一下 f。我们说，我们是安排 f 对 x 的微分等于 f 乘上一堆了哈，负的 p， 好，加上2 g 乘上 y1 哈，我们是说这样的一个写法对应到 f 的微分，那把 f 移到左边来，右边的 f 移到左边来，那就变成第二种类型的微分方程式的标准写法。其实 y1 也是 x 的函数哦，哈。好，那左边积分它，右边积分它。好，左边积分它，右边也积分它 ，f 就算出来了。好，右边这一整串要积分它。好，负的 p， 加上2 g 乘上 y1， 好，这个要积分它。好，那这个抵消掉之后，剩下的这个所谓的 f 的积分啊 ，f 的导数做 f 变数的积分嘛哈。好，这就是 natural log f。好，右边就这一串再写一下。好，我把那个刮弧 x 拿掉了哈，负的 p 加上2 g 乘上 y1。好，所以我的 f 是多少呢？好，我的 f 是 x 函数，而现在我已经知道 f 是什么了哈。f 是这个指数函数，好，里面放 p 是 x 的函数，加上2 g 乘上 y1， g 也是 x 的函数， y1 也是 x 的函数。好，就这个东西啊，称作 f。我把这个拿到这个最后的通解这边来，做一些适当的那个组合了哈，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算出那个通解是什么了。好，
以上是这个问题的解题精神，好啊，不在于背公式哈，只在于说有没有了解他的那个逻辑上的想法，解题那个想法。